大岁数了呀，这老大了，67。对了，要50多年了。小的时候，到处都是这样的东西，很多的。现在是没有了，现在是都用哪里的？他几家人抓了，对吧？现在没有人干了呀，你看呐，其他的东西有机器化，这个是只要两个手，没有办法改变的呀。我2年就做那个糖粉丝菜，学的。结过婚之后，我们是租的，在一里面才买下，有90多万。现在已经有20多，最少什么？5000、5000，每年才存那个小份利息。他做我。基本上我们是3:40左右开始出去，到船上去，等天亮了以后再下去采。应该才7个小时左右，12点的时候。因为再下去太远了，再下去可能也吃不下了。这是游泳脚，从下午来脱新的。拍出来挺美的，对吧？哎呀，那这挖的，太美了。嗯，都习惯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啊。啊。你拜吧，你过去。下雨嘛，要抽了哟。下雨要抽了。啊，你都起码得到个女人呀。其实三十亩啥来着？能得了啊！我这干了，最高啊！啊，多少了？这个人看不完就，我瞧不完了，那东方的。大妹妹个，哎呦哇，熬完了，我今天看，哎呦哇，估计反正，哎呦哇，哎呦哇，有没有种？你那个没得未来个摘，我啥找不到个摘，要去干多干。包子呢？你家开腾了？这个来起来不少起呢，不干。妈的，那烟都是不开，侬阿好开张，好比了。嗯，我是封面得了。那边在封面得了。爹，你这烟怎么搞的？那后面这刚才那个嘛啦，啪嗒啪嗒啪。包子嘛，木的嘛，都拆不晒的嘛，拆嘛。这个，拆是老太太的。嘛，那人家好的，我得了，刚好的啊，那个菜的菜补的少，一盆吃完一盆吃。那么煎黄瓜又晓得啦？煎黄瓜。嗯。煎黄瓜、鸡架，本菜他都能说哟。说不过，我晓得啦。你还不给？啊？你还不给？我说不过，我晓得啦。啊，那个不说不过呀。这是湖南很好的。毕竟都很多年了嘛，我不想采也不行啊。那些姑娘他们去采，他在家休息的那个钱，年纪大的比较爱挣钱，都是吃过苦的这种年纪大的呢，他们对钱看得特别重。你给他们吃过苦的，他小心。我现在不是看存在的，是看天气，看人的。我要跟他们说话。我说你们觉得身体不行的话，我自己也不想吃，所以我就想吃了，会胖的。一个人在那个厂子，反正不说他们，他厂里去上班，只有那个6十多岁。
个蔬菜上的人工还算的，估计一个月就五千块钱的那个，那原来是天算，但是事情吧。年轻人呢，我那边年纪的都是自己菜的，再小的估计不太多，他们怕晒，因为冷的时候，那个水冰冰的，那手伸下去会僵的，冻僵的。房子下江南的时候，多点蔬菜。以前存菜最多的时候在天池，后来人们移植到太湖里，存了太湖存菜。还有采集养分，把这个养分输出给他的孩子们。喜欢吃人菜的人啊，看什么？我们都是在夜里干活，夜里出来的。这个老一辈一些传下来的呀，一般嘛，俺们现在没事的多啊，前四点，大家早了，两点钟出来，夜。我的主要的工作是啥？杂草，我拿着本身种下来，种了都过去要九二十年，一零年，一次买了八九九的多，二个是在结婚，二个是在炒饺子有的。前几天刚的时候，我们十点多就收工，因为后面生土吃不消。从十天高温期间，叫他们负责他们的工钱。我说你问他们过年的时候也跟我说，今天你们没得赚，我说没关系，你赚的时候赚过，钱赚的时候赚过，你现在赚过，你赚不到吗？你说要我一天都在赚多少赚多少，那我放点钱都不够。到正好，东山市面那块就要下去了。年轻人不好，都是上班。那些工人，他们采不出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年轻人没有，老工人呢？我们想过，你不搞跟这边你搞什么？我们这个岁数。因为人才的规律是不生长的，有个上个，有个下个，有个左，有个右，都搞不清楚。搞机器的，我估计也不太好。人才是哪些？那是因为习惯了吗？杀青吃点多的铁心啊，可以把这个地方完了就可以了。好嘞，现在市面上卖15-16块钱呢，那我们批给他们是11块，因为现在人工大采不到。上来吧，我妈妈家，先去看一下爸爸妈妈，再到超市去。妈，对。好，你过来，我太太给啊。地生菜，小人工我都得点，你几千个，我到60岁也不会点。小时候房子被拆掉了，你拆掉了，在这边。我碰掉去吧。不是我当下输你。那个嘛，那个就是老好的呀，那个老叔叔蛮厉害的呀。是吗？是说买的啦。哦。好了，我们去找吧。拿起来，你快听得到。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，产业为重点，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，努力全国推进。山谷好长，口难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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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